大家好，我是三本线王经理。我们三本线餐厅呢是成立于2013年的戏子中心路的第一家日式海鲜餐厅。那我们三本线呢交通非常的便利哈，你可以搭捷运到南港展览馆，然后搭公车到我们的市电社区站下车，步行1分钟就到了哦。我们餐厅海鲜的特色就是说，我们这是澎湖空运来台。还有呢，加上我们老板呢，他每天呢都会到基隆去点选所有的海鲜，加上呢我们主厨的用心，并且设计出很多特色的菜。那我们第一道的特色菜呢，它是我们一个大盆景的海景盛和，里面有放了很多很多的非常新鲜的海鲜，还有我们的白肠米粉，还有日式的创意料理，都是我们的特色菜。那我们目前呢应征的是柜台的出纳。那柜台出纳呢，他的底薪在全勤是34000元。那他负责的工作呢，就是银行的一些事务办理、柜台结账，还有就是说支援一下外场的工作。我们公司的福利有3节的礼金，生日礼金啦，公司的团保，每个月的聚会，还有就是说员工餐。希望说对这个餐饮有兴趣的好朋友，欢迎您加入我的团队。